玉蓮巷於玉璇堂，然後就是我們的祖屋了。然後因為那時候我們很多人，所以我們要租在隔離，不知道叫後字，在後面那裡回家大院。這裡是邵炳，邵炳邵炳邵華明老就是邵炳的。我最記得是的，我鬼好个帆布床出嚟喺度瞓觉嘅。系啊，你屋企都唔夹噶咯。哎呀哎呀，咁啊早啊，吓，早晨早晨，梅家大院啊，今日翻嚟梅家院见到叔叔梅玉树靓生哦，夹哥伦比亚翻嚟哦，哇梅。梅靓生的阿爷梅炳贤啊，喺度听日背嗱，喺应该系十二号炳贤系佢花天人之一吓。梅炳贤即系阿叔叔嘅阿爷，系应该系跟佢嘅花天人之一。哇！啊，好靓，好靓，好靓！哇！红米呢度就系我姨婆嗰个屋，依家咧就头先去参观过，依家变咗民宿啦。依杯咖啡喺嗰度买嘅，我不知道我有多么喜欢你，但如果去见你，我一定用跑。哦，靓晒靓晒靓晒！烧猪斩烧猪，嗱，拜完山嘅烧猪，哦。